王元熙，你到底要从啥？你今麦才算知影，失迈的人伫别人手头的感觉，啊，不过要救救袂掉的感受，你搁唔知影？今仔日我替你安排，一定让你感受真深。孝仁爱信，这就是你命中所欠的五项物件，也代表五个关卡。要救美人，得先过关。就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五娘升到最好。王元熙，我老拢伫咧遮，你个是变什么鬼啊？为着要让活动顺利进行，我当然要提防你，顺便给你一点仔暗示。每一关，你拢要找到一个锁匙，一关三分钟。三分钟，你若是无法度完成，那呢，我免等锁啊收回去，我就会把锁啊套开。你若是过关，我就给六十一条，换一个新的。你若是有法度摕到高级锁匙，我就甲哥哥帮。你锁啊，干那一条尔，那会堪要烧五遍啊？那安尼，你的动作要较紧啊！若是每一关，你拢爱用满三分钟，那安尼，你会当直接开车去蔡女儿身躯边，甲伊结婚啊，唔免救人啊。无唔对，你来的路我有追踪你，我知影你甲蔡女儿今仔日有去护尊事务所。应该是想要登记吼，护尊事务所就要下班啦。你莫求袂到可可，搁对蔡女歹交代，上头空空，搁来怪我心怀手软。明天开始吼。明天见。林家不忠，所以我就让狗家己要安怎做啦。锁匙伫啊内底，你紧去找。过十秒啊，准备后一关了。爱，爱是咱的本钱，啊，不过你煞把爱当作是拐骗你的手段。
你为着要提早蔡明月结婚，你出卖你的爱情，你的婚姻，你根本不知影什么叫做爱。爱是爱牺牲付出的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证明给哥哥看。游到山，落油点，安尼对你来讲上困难啊。那么你就跳火圈给我看。较紧的啦，首先若变形，我就袂要收哦。第三关，你若是不甘愿，你会用得走。你动作较紧的，锁啊，若是无够粗，还搁搁塞落来，安尼就唔好啊。第三关。信，信是人甲人之间的原则。人无信而不立，你说一再言而不信，你用你的嘴骗过足侪人，包括田丁。你讲你要找伊谈判，结果你暗算伊，害伊无命。我今日就是要看你的，看你的嘴到底有偌厉害。这个盘就是第三关，锁是伫你的眼前，啊，不过你只会当用嘴，你袂当动手。安怎？较紧的啊！你无要救人哦？你够有时间哭哭啥？你真正无要救人是毋？救人哦！放我出去！我讲说清楚你的感情，我无讲。在菜里底啊！炸蟋蟀、炸辣椒，把你食个清气溜溜，看起来你真正爱食咸的，难怪你这么爱哭哭。王先生，你敢装笑呀？我无讲，你一定要把菜吃完，你才找有所事啊！你会当用你的嘴，把我掀起来看嘛？叫我人是人的心情，你总算知影哦。对。
浪费这么多时间，希望后两天你可以把时间补回来，要不然你就不会跟蔡如结婚了。第四关，人。简单讲，做人一定要善良，啊，不过你勾结别人的某，抢走别人的财产，霸占别人的公司，你的行为就是不仁。所以，我一定要跟你教。我请问你，你有什么怪招啊？锁匙在破烂的顶头，你若是有法度摕到锁匙，就算你过关。江宏杰，才几十几秒尔，你都袂动哦？干嘛我甲你过来一个啊？我是。哎。哪有一个啊？人界里跳开就是两个人，我哪有可能干那找一个人驾驶？锁匙，你的身上，注意时间。天顶就是死在那无规矩的人的手头，啊！不过阴爷，江湖界得到最后的好处，受伤的人，土木工都只会当流目屎。咱阁要用规矩来甲家己拔脚目睭是毋？现在即马愈来愈漂白啊！一年连下外人来欺负我，若是阁会继续漂白落去，永成咋办？会去又快转去。所以啊，我爱伊暂时消失几工啊，安尼我才有机会会当扳回永成的心。王延熙，你在创啥？你是特别来要我驾驶的是毋？你的老天顶嘛是看你好个，唔只系要跟你结婚，你卖不了我跟天顶的感情，你，江宏杰是谁？你别管啦！天顶就是叫江宏杰害死的，你竟然敢跟人计较啦！吴嘉璇已经出去啊，今仔日吴嘉璇伊穿红色的西装外套，啊黄裤细汉的，叫人去学校附近等伊，唔通碰到人。永春。哎，嘉萱姐，你哪在这？永琪跟我倒转来。阿妹啊，更加害的是，我第一路恁捡到这。这是永琪的包包啊。就你嫁入来，你唔敢，我都无好你这趟过呢。即摆这小查某嫁入来，算是你的幸事报啦。你去用吴家英打出去，那是因为你嫁咯。看你选的查甫人，我就知。哈，那恁就继续跟吴家云这个阴天的搞小家，我恁敢因为？你这个是注意啊！若是想要嫁，我看想要嫁的人是你啦。